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鸡，现在我在乌鲁木齐夜市。别看天气还这么晴朗啊，已经晚上的8点多9点钟了，人也慢慢多了起来。好宽阔的广场呀，几百张桌子都有。不要多挤人。这是小个的哈。小个。离海最远的城市吃海鲜。棉被子。各种各样的小烧烤，烤鱼，烤得真好，用的是巴沙鱼跟草鱼。真材实料，这些是免费试吃的吧。这个是狗鱼，这个是五道黑吗？这个是五道黑，这是九道黑。哦，九道黑。这是炒耳菜。砂锅，各种砂锅。凉菜。妈妈，你看那胡萝卜。一整个的羊头，这边的夜市确实挺不错的，各种吃的喝的很丰富，旁边还有小孩玩的东西，大人在这边过夜生活，小孩就可以到那边去放养了，还可以听听歌。羊肉东西大点羊啊，价格也是童叟无欺啊，这边的分量大，它都是按公斤的价格。来个羊肚子，你要想吃的话你买一个，是不是羊蹄儿？你看你想吃它的。哇，这个牛蹄太漂亮了。拉卡拉道上大一点，不要太小了。
今天晚上可以大饱口福了。好，这就是咱们的吧。还要上汤哦。筷子，筷子。分量真大，一个人完全就够吃了。35块钱。圆筒咋卖的？圆筒50块钱。来，给我来一个。一整个羊头55。九个。羊头没用了，还有个脑子在这里面，也是羊头的精髓啊。烤肉，烤肉。朋友们，我们，哎呀，感谢大家啊！这是。
啊，走吧走吧，谢谢。这个时间还是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光临到我们的新城夜市啊。在这里呢。来来来，喝一杯。这是亚诺。精华中的精华。好了，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哦，拜拜。